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今天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的克劳迪亚啦，那主要是我剩下这个丰收的节日还没有抽到啦。那我为什么现在抽呢？因为我刚才抽米利姆的那个转蛋券的时候，又中了一个盟友了，而且还中了一个龙女。所以呢，我呢看一下接下来会不会继续中啦。第一个十抽。主要是刚才运气还挺好的，所以看这一次能不能直接把它入手啦。那我就不用花钻石啦。第一个石抽，哦，有红色。停下，停！哦，停了！哦，哈哈，真的中了！天哪！今天好哦，今天又中了盟友，又中了龙女，现在又中了丰收的节日。那反正还有券呢，继续抽吧。第二个试抽，好哦，今天看来今天是适合转蛋的日子。反正还有20抽，就抽给他玩啦。没有想到第一个试抽就中了，说真的。刚才我还想可能会20抽还是第三抽，我要20抽爆死了。今天的那个什么，今天的收获就是这个丰收的节日，还有盟友，还有龙装米利姆，还有刚才抽的艾丽莎，有看我的奇瑞人的影片就知道了，今天还挺适合抽的。等一下我会抽螺丝啦，如果有兴趣看可以去看啦。那个什么叫我名字啊，我要成为影子强者吗？手改跟哦，有红色耶，多来一个啦，多来一个丰收的节日。是什么哇？那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跟分享。对，是 B 站的话，点个3连关注。我是阿伦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